汇聚顶尖音乐人才，打造高端音乐品牌。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，金鹰钢琴演奏家音乐会即将重磅登场。陈赞、孙颖迪、宋思恒、尤溪、韩小棠，鞠婧、沈文玉、邹翔、陈杰、袁杰，中国声音，中国精神。2012最绚丽的音乐盛宴，将在这个冬天光荣绽放。 他曾荣获2004年美国南密苏里国际钢琴大赛青年组一等奖，以及2005年第12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特别奖。他就是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杰。